说刚好我们的安全管理员就是现在的正风室，哦，他说就去问我，他叫我的名字，到日本，麦，什么事？啊，你那个天都国就是我老公的名字陈贤德哈，怎么在瑞穗国中有事吗？什么事我不知道啊。他所说是什么？他参加什么那个叛乱的那个组织啊？没有啊，哪里有？他根本没有讲过，实在是没有讲过，我都不知道。怎么讲？很痛苦还是很难过？啊，很痛苦还是很难过？哎，痛苦，但不是很痛苦，也是很痛苦，对不对？看到他的时候，真的是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的，很可怜啊。